算只能有一毫米的是吧？现计范围就是一点五。还能有，还能做到更大吗？有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最大的多少？最大的这个得需要问一下工程师哈。啊。然后我相信，当阿龙老师、邓老师、大叔做这些，你记下来问题哈，来问题一起问。